走进去之后，所有人都放下工作，然后就从后面一直追着过来，然后追星，你知道吗？追星，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在工作，包括厨师、洗碗盘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躲在那电梯后面这样，然后我就在那边，然后我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他们是不是又认错人？然后我说，可能吧。然后就有一个鼓起勇气过来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曹哥，可以跟你合照一下吗？哎呦，真的认为你是曹哥，是是。然后我就说，曹哥在搬喜饼。对啊，他们有人讲说他在等电梯啊。然后后来我就说，可是我不是曹哥，这样。他想说你卖 gay 啊，卖 gay 啊，不相信，认出来还这么大牌，对啊，可以说干嘛欠一下中资这样？对，就我就把那个我的身份证拿出来，还拿身份证。对，我要证明我真的不是嘛，我就说你好，我叫蔡晨雪，我不是曹格这样。他说我怎么知道曹格是不是艺名？哦，明明就是艺名嘛，当然你身份证上不是曹格。一定要合照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就说哦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就跟他们合照这样。弄假成真了，而且他说他是真的，人家还不相信。那你的声音像他吗？你唱起歌来的时候，你讲话我觉得是不太像了，对，讲话的声音是不像的。那你唱的时候，你有刻意去模仿他的音质吗？有稍微去刷他的，像老师讲的共鸣的部分。啊，他曹格是哪边共鸣？他比较上在头腔跟鼻腔中，鼻腔这一对了，对，没错，是对的，厉害，讲对了，这样是对的，找到一咖喱，还好讲对了，他如果讲别的部位就错了，对对，是比较。所以，然后他的歌你都要去练。对哦，好了，那这样子不啰嗦，我们看一看便知道到底他几分像曹格哈，从歌声到外形等等。今天你准备了什么歌曲？今天带来的是曹格背叛加上萧敬腾的王妃。什么？萧敬腾你也会？一点点，对，因为他们其实共鸣点还蛮像的。好了，所以前面的是模仿曹格，这最有名的背叛，后面是模仿萧敬腾王妃。好，我们来欢迎阿雪。谢谢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，我用背叛自己完成你的期盼，去 say goodbye，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，冷冷清清淡淡，今后都不管，只要你能愉快。来，现场把手借给我。夜再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再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赔上了一切，敲碎千年的泪。痛再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享受奋不顾身的滋味。你再美，尽管在午夜，我都想用诗对隔绝世界。我的王妃，我要抱着你的美。谢谢。哎，老实说，我比较喜欢第二部分的。啊，为什么？是因为那个比较像他自己，还是他唱的比较像萧敬腾？国华，你怎么讲？其实阿雪哈，哎，比较像他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走他自己的风格可能更好，因为刚刚那一首背叛是原 key 没有错，对，你在模仿的时候你应该抓到他的几个诀窍就好了，对，几个音的诀窍，你只要抓到那几个重点，其实你的模仿就会比较让会比较到位啊哈，其实是这个意思啊哈。哎，为什么你在这段表演里面你会这个曹格加上萧敬腾呢？你个人也喜欢模仿萧敬腾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曹格的个性比较害羞的感觉，那你是属于比较奔放吗？我是属于就是原本害羞，但是那里面奔放派，就是属于闷骚型，是是是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啊哈。哎，可是老实讲，
他在唱那个曹格那个背叛的第一句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都有吓一跳。国华那个时候是出了什么状况？我没有抓到 key， 没有抓，跑调跑调，所以可能我也觉得怪怪的呢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其实哦，你马上要上升了。对，尤其你音乐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自己去进入那个状况，不然你会没准备的情况下，就像刚刚那样子，一下没有抓到 key。刚才那个国华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说你要立刻上升。红哥，你如何有什么自我训练，可以让你在模仿不同人的时候，你可以立刻上升？我觉得多练习，哎，就像那个国华老师讲说，说你刚才第一次就没有抓到 key， 对不对？其实我是一直都没有抓到 key， 我很难得抓得到 key。所以你要练习的时候，你要再加强自己的自信心。对，那我反而又觉得说比较看好你，我真的觉得比较看好你。他当学学星的，不是他就是虽然他有个就是曹格还不错一个很俊俏的外表，但是我反而喜欢看他模仿其他不同人的声音。嗯，我觉得那个给我的你也喜欢第二部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这样给我的观感，我也觉得你的学的方面呢，我觉得你的路会更加的宽广。对，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认为说，如果说你来唱《红蓉红》的歌，或者是说陈雷的歌。红蓉红，那就是什么？几支小号耍来 ，Keyboard 老师来，几支小号耍 1, 2, 3。其实我觉得阿雪，因为你的主业是数学老师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你就把它当成娱乐就好了，放开心胸，你其实就是让大家很 happy， 你反而可以这个唱得很到位，可以把那个欢乐带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好，我们来谢谢阿雪。好。这个阿雪其实唱得很不错，而且事实上啊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，还有唱片公司想要给他合约，但是你妈妈给你拒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之前也是因为在表演的过程中有老师看上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就跟我谈要他是看上你什么？看上你的外形像曹格，还是听到你的才艺真的不错？可能是没事，没有了。太多像学习了，对呀，根本打不死。偶像剧的，对对对对，啊哈，就是他有可能就是看上有像曹格，然后但是就像老师讲，我可以很容易拉出来，没有错，你就是还蛮有可塑性的，可塑性比较高。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谈一份合约，然后我就拿回去给家里人看，嗯，那家里人是还蛮支持的啦，对吧？然后可是只有我妈妈是很反对。